询问导览员茶的喝法与烘焙方法。海协会长陈德明为了加强两岸文化交流，特地前往平陵茶叶博物馆比较两岸茶文化的不同。对茶颇有研究的他表示，两岸的茶文化其实同文同种，应该一起合作进军第三方市场。在一路上很多国家是喝茶的，以我了解，他们现在的茶文化比我们的水平还要稍微低一点，所以我们可以合起来。结束茶文化的探访之旅，陈德明紧接着来到英歌的陶瓷博物馆，就像学生一般，陈德明听得十分仔细。一个博物馆逛了快一个小时，他说他是来补课学习的。我觉得文化上我很想加强两岸的交流，做些推进工作，但是我在文化方面有点文盲，要补点课，所以来也是补课。我建议馆长有机会到不同的地方的大陆去看看去。这趟陈德明访台，除了关注老人安养与青年创业，更下乡了解台湾的在地文化。中央新闻吴明山、张哲罗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